请翻开经本第27面经文第三行，有无量劫，即是德行。这伫咱课本内面是第二段，静心。前面一段是结情客后，这个如愿修行，这两句啊是总说，对于不起贪嗔痴欲诸相，以后呢就是别说。这两句啊非常重要，咱连续头前的经文，法藏菩萨自尽是非，永命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对于修行的功夫，可以直接的连着这两句话：有无量劫，即是德行。净宗法门。佛在经论上常讲的，心静即佛土静，实在讲，世出世间法，真实的功德福报，拢在清净心里。如果唔知影通修清净心，袂当伫个日常生活当中得清净心，咱就无办法离苦得乐。苦伫倒位来呢？总共一句。是对无清净而来，对念有意而生的，若对倒位来呢？若对清净心得来，那现前会当远离念有，修到一个心清净。那现实的生活就离苦得乐，佛家常讲的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重啊，这就是离苦得乐的现象。话倒转来呢，如果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是智慧轻，烦恼重，就错了。这款代志，咱千万啊，唔通疏忽。所以人生在世啊，即是德行啊，就是人生真正的意义，真实的价值。人在世间有什么意思呢？有什么价值呢？伊知影，即是德行，这就有意义了，有价值了。咱爱认真努力去累积，
第一句所讲的有无量劫，这是讲的时间，只有这讲累劫是永无休止的。诸佛菩萨在这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，不但有言教，伊也有身教。说明人伊的即是德行的时间啊，真久。咱这修几工啊，尔免哪会当甲人来比呢？德行，行是啥物呢？用现在话来讲呢，行是行为啊。德行啊，道德的行为。何做德行？一切有情众生，拢有定识。那现在讲呢，伊拢有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是心理的行为。表现的外面是言语动作、心口的行为，行为更加多，我甲伊归纳着这三大类：心口意，全部拢包括了。那每一天对早到暗。每年对初一到十二的三十，起心动念，言语自作，从来都唔捌停止过啊！如果咱的这个行为是随顺家己的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是啥物呢？总不出咯，自私自利，名闻利用，贪嗔痴慢，五欲六尘，行为甲这个相应，麻烦啊就来了。这是佛在经论上常常讲的啊，做恶业啊吧。一切众生哪会讲未做恶业的道理呢？所以六道三途的流转啊，无量劫来，伊永远都无休息过啊！佛菩萨目睭内面所看到的，真正是叫做可怜悯者。唔免讲佛菩萨，咱甲看佛在经上所讲的。道理天人，好甲人讲，道理天的一天是咱人间一百年。这话啊，咱现在会当相信。这是所讲的，近代人所讲的时差。道理天甲咱有真大的这时差。其实地球上的时差
注意那详细观察就真大。咱住的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是热带，中国是伫个温带，有四季的差别。如果那是住伫南北极，南北极半年是日时，半年是暗时。咱这个所在讲一年啊，南北极讲一昼夜一天，一个日时啊，一个暗时。在地球上就会看到啊。何况就是无同位处的空间，多利天人一天是咱人间一百年，伊若是看到咱地球上众生，咁是非常感叹呢，真可怜呐、啊！这寿命偌多，一天就完咯。古对顶面去咧，夜摩天。一天是咱人间两百年，大家拢知影，弥勒菩萨住伫倒数天，倒数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呀、啊。倒数天，您看到这个人间，一天都还未过去啊，这个吊带就完了。你个看清朝啊，260年呀、啊，伫倒数。天来甲看咧，半工尔。高对顶面去，倍倍增长啊！天人的福报比咱长啊，比咱多啊。可是。对诸佛菩萨目睭的内面看到这个大梵天王、摩诃修罗天王，就甲多利天、倒数天看人同款啦。咱今仔日看到一款小动物，上界明显的浮游，水面行来行去的迄只虫啊。迄只虫的寿命大概只有十外点钟，迄是伊的一生啊。咱详细去观察咧，了解世间的这个真相。然后才知影，随顺。烦恼的行为是错误呀！六道轮回对到未来，这件代志，古老的婆罗门教就知影个真清楚。婆罗门教就是现在印度教，在这地呢称为印度教。现在世界上一般承认伊的历史有8500年啊，比佛教早起太侪了。佛教现在伫世界上承认的是2500多年。有8500多年，轮回不是佛教所讲的，是印度教讲的呀。因怎样发现呢？甲注意讲啊，不是凭空想象的呀。真侪一寡学者未了解宗教。对表面上观察推测，听下人伫咧讲诶，认为宗教诶起源是人类对有大自然诶
东姑差遣连相是对家来啊，这是无去接触到宗教的深处，伊有这个误会。印度婆罗门，咱知影，因啊拢是修禅定呢。在深深禅定之中，就破了时空的界限，二十八层天，伊看到了。无鬼贴身地甲也拢看到了，这是定中的境界。定中境界，伫佛法内面讲是限量境界，伊毋是比量，伊毋是非量。比量是推测的，根据理论或者根据数学推定推断，这是清净的境界啊。如果你有相当的定功，你也看得到人跟鬼来往啊，无需要大定，小小的定功就用了。你那是认真老实修行，修一个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跟鬼就通了，你就知影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会当啊，甲因沟通，会当甲因往来。我记起有一个同参道友，甲我是斗阵出家、斗阵修戒，明彦法师。伊伫早年真爱神通，真爱感应，甲。去上师阿弥，伊修学非常认真啦。较无一年，伊甲我讲，伊逐工拢在甲鬼往来啊，绝对毋是假啊！这人是非常诚实的人，绝对无妄语。伊甲我讲，每一工。黄昏的时阵，鬼就伫咧街路出现了，无罪啊！因为黄昏是鬼的透早，透早出来是无罪啊。到什么时阵上罪呢？到暗时十点以后啊，十点啊到两点的时阵啊，非常的闹热啦，拢出来咯。到个天要光的时阵啊，渐渐渐渐就无了。伊常常啊，跟你来往啊，跟伊交往啊，做朋友咯。以后啊，我将这代志，甲大中李炳南老技师报告。李老师摇头讲啊，唔是好代志啊。我看也唔是好代志，为什么呢？我看伊这气色啊，无讲真好，面啊是黑色的，暗暗的啊，常常甲鬼往来啊，都啊有阴气啊。伊的这身体啊，那全是肥肥的，假肥啊。这是事实咯，绝对不是妄语。伊也过找到伊前世的朋友、前世的家亲眷属，在轨道内面啊。
所以啊，这个、绿岛啊，不是胡编乱想出来的啊，是事实的真相啊。咱若是讲，也过随顺着家己烦恼习气，死了以后去做鬼啊，是非常有可能。六道轮回啊，为什么大家拢讲人死会去变鬼呢？讲这话嘛是有道理啊。佛甲咱讲啊，贪心啊变恶鬼啊。这问看，你有贪心啊无？贪心若断了，鬼道就断了。你绝对袂生恶鬼道。贪心是恶鬼啊，嗔恚是地狱啊，牛痴是畜生啊。佛讲贪嗔痴是三道烦恼，随顺三道烦恼，将来的果报是伫个恶鬼、地狱、畜生啊，是这三道。所以啊，佛伫经教内面将这代志讲甲特别的多。特别的详细，时时刻刻提醒着咱，哎，断贪嗔痴，断贪嗔痴，你就袂去堕三恶道了。佛教导咱的这个用意就伫这地。咱为什么唔下去贪嗔痴呢？将贪嗔痴转过来，就是德行啊。转过来就变成戒定慧。戒是什么呢？戒就是布施。咱未过再有贪心，咱专心专力帮助世间苦难众生。这是戒学的精粹啊！下己为人，定啊是得清净心。佛家的修学功令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贪嗔痴是恶啊，咱爱改断尽啊，改过来啊。诸恶无爱做了，众善奉行，一切善是爱护众生，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，这是众善奉行。先来宾。上界仙呢，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！这是仙中之仙呐、啊。所以诸佛菩萨不惜辛劳，永远无停止的。无停顿的来教化众生啊，为众生说经讲道，帮助众生普迷开悟，这是大善啊，无比这个更加善了。咱帮助别人，最重要的就是安怎帮助伊觉悟，帮助伊回头断恶修善，破迷开悟，转凡升圣。会当安尼去做呢，就甲诸佛菩萨拢是同款。诸佛菩萨的事业
就是安尼先尔，无论那现前皆是甚么款生活，从事倒一种行业，就伫家己生活工作之中，帮助社会教化众生啊！这叫做德行，这叫做佛法啦。心无疑，这三类的行为，佛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教导咱。对先好考验落手啊，三业里面考验是最容易犯的啊。随顺烦恼的考验，免不了过失。然后则讲到先好善业，不是律仪；先好意业，清净无念。为什么在《无量寿经》里，佛将口业放在头前呢？咱来加去想看卖，这里面啊是有大道理啊。修行一个即是德行，德行的根本是孝亲尊师，诸心不杀，修习善业。在佛法里面，无论你修学多一个法门，大行小行。天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拢是以正业三好做基础。你甲看过去成就的人，现在成就的人，是毋是以三好为基础？如果无三好的修养，不管伊修倒一个法门，拢袂当成就。这一生当中，也是都爱去六道轮回，绝对无办法出离呀。所以，正业三好，咱来好好甲会记哩。认真地去修学，这是德本啊。根本下去了，绝对袂讲有讥笑话句。你德本里面最重要的啊，是习善业。习善业的颠倒面是习恶业。所以啊，佛教导咱，咱就会当看出佛的究竟啊，圆满的智慧，教咱物件无多，只有十条啊，咱真容易会记哩啊。来好好啊，甲记在心内，时时刻刻用佛陀一个教诲，检点咱家己的心性，起心动念，
言语行为，甲佛教导咱的相应还是无相应？如果甲实现相应，你的行为是德行；甲十恶相应，你的行为是罪行。你咧做罪业啊！有人问讲，那是讲这个人是歹人，不恶不作的歹人。那要安怎对待呀？咱是不是会使用恶意来对待呀？未用哩，咱用恶意来对待伊，咱家己就做恶了。伊为什么会做恶呢？伊未歇啊！伊可怜啊，伊无知啊，好在经常常常讲啊，迄是可怜悯者，可以啊怜悯伊啊，伊无知啊，迄毋是伊的本性，伊的本性是善良呀。这道理啊，连儒家拢知影。孔老夫子讲啊，人之初，性本善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啊。在佛家讲啊，一切众生的本性完全拢共款啊。有情众生的本性叫佛性，无情众生的本性叫法性。法性甲佛性是一个性。是顺善无恶，伊为什么会做恶呢？迷失了伊的本性，这人可怜啊！那怜悯伊都未苦咯，那会使去怨恨伊呢？你是一个明白的人，是一个觉悟的人，伊怨恨你会用呢，情有可原呢、啊。伊无知啊！呀，你这个明白的人，若够用恶意对伊，你就错了。你也迷惑了，你也颠倒了。所以修行人对到修起呢，绝对念念甲十善业道相应。元清这主也是安尼生啊。这人诽谤人、侮辱人、陷害人，咱知影伊袂了自性，是会当原谅伊啊，绝对唔通责怪伊啊。这是培养家己的德行。如果讲是以恩啊报恩，以怨报怨。这是世间人啊，这不是佛法啦。佛法是真正觉悟，贴地觉悟。佛法只有化解一切怨对，用和平的方法、智慧的方法，佛家讲。先卡方便来化解啊！即世若未当化解，要来世。伫无量劫，这一切恩怨才会当化解哦。这释迦牟尼佛，这是大圣人啊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你看，今仔世界上被平息迦牟尼佛的人，
侮辱释迦牟尼佛的人，释迦牟尼佛虽然无伫个，因咱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形象，恶意将形象破坏的人有啊。释迦牟尼佛都也阁有这么多人对伊产生误会、诽谤、陷害，咱算什么呢？想看咱这个老师就是安尼生啊，老师会当领袖，我要学老师啊，我嘛爱当领袖。心平气和的接受，过何况这里面因果循环啊，因果相续啊。你做的善因，一定有善的果报；你做的恶因，必定有恶的果报。那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艰难困苦呢？过去生中做的不善行为，这一生所感得的果报啊，真正明了咯，你就会真欢喜，逆来顺受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当中，心内面无丝毫怨恨，嘴内面无一句怨言，对冤亲债主、这冤家债主，拢是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，看到因有苦有难，无条件的啊去帮助因，袂去计较啊，伊对我唔好，伊害我，伊有难，应该啊，我就无去帮助伊咧，这就错咯。这人家己伫咧做恶行啊。这就不是的，即是德行。所以即是德行，无论对什么人，无论对什么物，这些动物，这些毒蛇猛兽，咱拢以真诚慈悲心来看待，绝不伤害。对什么所在做起呢？领导里面常常有好心帮堂高下，对家来做起，绝对未伤害。伊来咱岛来撩乱，咱想看卖，过去咱做高下的时阵啊，咱也有撩乱伊啊。今仔日伊来撩乱，咱这个小就结咯。以清净慈悲心来对待，渐渐，这小动物就会感动啊，伊就会搬厝啊，搬去你厝的以外，未来你的房间内面来撩乱啊，未使加杀害啊，甚至啊，唔通加伊苦掉，你的心这。真正做到清净平等慈悲，我无害，我该赶走，已经就对不起伊咯。何必该赶走呢？伊家己走会用呀，那唔免该赶走。该看作是朋友，该看作是贤弟识。往年印光大师就是安尼修行呀。伊迄个房间，伊住寮房内面呢，有家灶，寒天有纱布啊，房堂这物件，伊的使者要改清毒，因公大叔个禁忌，唔免，可以伫这内面活动，运作讲得好啊。我房间内面有这物件，说明我的德行也无够啊！
真正有德行，即个小动物，伊也会低温报温啦，伊也会尊敬有德行的人。祖祖连连就会离开。咱伫个印光大师传记内面看到啊，印祖七十岁以后，伊住的所在，即个小动物一个都无啊。别人住的时阵啊，即个房间内面有，伊老大人一个搬去内底去住，拢无咯。即个小动物搬厝咯。即伫佛教的俗语叫做天丹呐，因拢总拢搬厝咯，搬走。这是咱来学习的啊，这是印光大师教咱的啊。慈悲心拢会感动这小动物，哪有袂当感动人的道理呢？时间若长，有无量劫，咱来认真去做啊。爱会向你化蝶为友啊！中国古德上讲的“仁者无德”，仁是一个仁慈的人，仁慈的人啊，心内面绝对无冤家对头。心内哪讲也有迄个是我的冤家，迄个是我的对头。你啊，不仁啊，你不仁慈啊！所以说世间的圣贤，拢是教咱啊，对这所在即是德行，咱来认真去做啊！一生当中，行为拢会当甲道德相应。就是无合乎，唔知呀。西方净土，你来生必定升天。你去向天好去咯，这就是正善因。一定有善果。世间人拢想求好、求慧，好慧来凭家己，平常时去培养啊。善是福啊，恶是祸啊。这是讲他佛的人最根本的、最基础的，就是在十善业来下真实的功夫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定爱加。十善业相应，而且爱发心，持之恒久，绝不违背。这是总纲领，下面是别说。成功自立，然后再讲利他。自立内面就是真实的利益，不去贪嗔痴欲诸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后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。这里面教咱念佛，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劝过咱，忆佛念佛
现见东来，必定见佛。一佛念佛，范围非常的广泛。咱今仔日所做的，从迄范围变个非常的微细。咱一佛，一佛什么？像佛像。念佛什么？念佛名。这一佛念佛的范围太微细了，所以咱家己得袂到受用。佛在即地教咱怎样念佛，一啊是一佛的神君。你看这王谢所修的神君，无量劫伊所修的神君，咱就想这念佛也念伊无量劫即时的德行，咱一念这个好啊，一念这个咱家己就会向了，就会向做。你佛名佛像，就是佛德行的象征，佛德行的代表。咱来了解这意思，这知影家己怎样修学法，那爱想讲学习诸佛即是德行啊，关键啊就是爱放下贪嗔痴欲诸相，放下自私自利。这句呢就是讲你妄念妄想执着来放下。第二句，绝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。外面境界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咱啊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对象，目睭所接触的对象，用这色做代表。耳孔所接触的用声做代表，鼻所接触的用香做代表，嘴子所接触的用味做代表。六根接触外面对象，这袂用你无接触啊！而且这个接触会使讲根本就无中断的时阵，佛菩萨的接触是不着相啊。虽然接触用现在话来讲，无甲伊藏伫心内。若君有接触，心内面无，心内面永远是清净的啊。凡夫随顺家己烦恼习气，若君接触外面境界，就去贪嗔痴慢，起这恶念，顺家己的意思的去贪爱，无顺家己的意思的去嗔恚。若君接触外面境界，生烦恼啊。做业障啊！诸佛菩萨明白了，伊会当来摄梦想，我不着想。你再做教呢？伊了解事实真相啊！金刚经上讲了好啊，来三心不可得啊！
所以就未去贪嗔痴欲自相啊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是认识家己。最后啊，这句偈里面所讲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。这观啊，就现在人所讲的啊，人生观啊，无常观啊。跟我的人，因的人生观、无常观，就跟这首偈所讲的啊，如梦幻泡影啊，不是真的啊。这些道理那讲起来也就深了，啊，拢是假的啊。下面讲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因缘所生法。动体皆空啊，言行之法了无诸性啊，不可得啊。来呀，三心不可得，外面呢诸法无所有啊。所以啊，野心定落来了，未搁再去妄想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已放下了。人今啊，你为什么放不下？你无了解事实真相啊！经啊，虽然听真多，虽然也会讲，可是境界现前，也是随顺烦恼，也是放不下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刚听经，大刚读经，确确实实佛在经上讲的意思无了解啊。真正了解，真正明白了，唔免甲你劝啊，你自然放下。为什么呢？放下的大自在啊，放下就是真解脱啦。一个放下，不但六道无了，十法界也无了。现前是什么境界呢？已经法界啊！你讲那是偌年自在啊？那个修养，就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修养。真修行人啊，真正确立境界了，伊得着了。咱今仔日游玩呀，随顺烦恼失去，由此知影烦恼失去偌尔严重，这是无量劫分析而成呢。咱这一生袂当讲精进，袂当讲努力。每当讲依靠奉行，还想克服无量劫的烦恼习气，佛说啦，无有是处啊！可是咱的问讲，在咱这个一生当中，是不是有办法突破呢？是不是有办法克服呢？佛的答案是肯定的啊！关键呐、啊！就是你家己是不是肯做？下联基老技师讲的啊，真做啊！你肯做，肯真正做，你这一生绝对有能力突破，绝对会当享受。这佛那唔敢讲了，化身大师啊！因的境界啊，可以得到呀。
十诸菩萨，华严经上讲的啊，原教十诸菩萨迄种身外意境，咱确确实实啊是可以啊达到的啊。问题是，你是不是肯放下自私自利？是不是肯放下是非人我？是不是肯放下贪嗔痴慢？未过再执着，色声香味触法呢？必须有这款的基础，才会当学佛啦。后面这两句是学佛啦。你这会当译佛啦，念佛所修善根。佛讲的话，前后是有次序的，袂用你颠倒的。教导咱对倒位在做起。这个一首段呢，是利欲念佛，无利欲。袂当讲到念佛，那是靠念佛催你有佛啦，心散乱啦。古人讲的啊，化判啦后也妄念啦。所以念佛的基础是建立在利欲。请看下面这小段：行即正行。远离浮妄，以真谛门，是种德本。咱这个小科是行即是德，这就渐渐的、渐渐加入境界了。所以这个精明一小节，咱甲伊总结起来讲，第一个爱断累惜，第二个爱远离外缘，咱甲看法藏菩萨，这是讲。阿弥陀佛的应对修菩萨道的时阵，把咱做出模样来，来无恶念嘛。这就是原理。烦恼习气，外面呢不着外缘，然后则身心清净，但后欲念记起诸佛。所修善根，这就是一种念佛法门落实在家己生活当中。想看诸佛菩萨是安怎？你隔离自己啊，诸佛菩萨是按怎来从事伊的日常工作呢？诸佛菩萨如何来处事待人接物？咱来忆念一下呀，怎样忆念法呢？这代志。拢伫这部经上，因此修学
大生啊，从经念色，时时刻刻提起来，在咱的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立刻就会当想到佛在经上是安怎讲的。我这念头是不是应该来起呢？我这话是不是会使讲呢？我这代志是不是会使做呢？一切随顺佛陀教诲，这是一念诸佛。我怎样教，我就怎样做。华严经上讲的啊，十地菩萨是从不离念佛，意思就是安尼啊。这句是净土宗的总纲领。咱念念啊，爱向佛学习，所以是老实念。最重要的念佛的教诲，念佛的行业，他的行为，他的做作，咱应当怎样向伊学习呢？佛的经面啊，有讲过，起来现在好好想念，可见诸佛所以的成就，拢是学习经面的佛。咱今仔日也想要成佛，也是都要用这个办法，爱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爱向阿弥陀佛学习。阿弥陀佛在哪位呢？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。这句啊，真重要。刷雷公行即正行，什么叫即正？那叫古代的解释，不无涅槃，名即证；修不无涅槃，就叫做即证行。这讲法人家听无啊？大圣，咱来理解。即经的意义，即是即灭的意思，经是清净的意思，即灭是讲什么呢？是对什么人讲的？对梦想烦恼执着的人讲的啊。安尼讲话，大家就听有啊。原理梦想分别执着叫执，这就是无无涅槃啦。佛经上的俗语，什么叫精呢？咱啊，生活在世间。未当离开社会，换一句话讲，咱的目睭爱看，耳孔爱听，嘴爱讲话啊。六根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伊起作用啊，伊毋是无作用啊。所以起作用啊，心内面啊。确确实实啦，
无分别执着，这行叫做净行。佛给咱表演啦，这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，达刚接触大众，无应该无应气气，伊是执净行啊。执净啊，唔是讲什么都无爱做，走去深山挖一山洞，秘伫内底，遐也无执净啊，无执净啊。什么时阵到动静不离啊，这才入执净啊。当讲，你看这个真像《华严经》后面啊，现在东住53参，这53位发心大士，代表什么呢？咱社会上53种无同的行业啊，无同的生活方式啊，因每一个人。拢是行即正行，咱来伫即内底去学习吧。要安怎伫现在遮尔啊无闲复杂的社会内面，你爱会向你修即正行啊，你就得清净心咯。你在这里面就修行正果了。为什么咱在生活里面得不到集中呢？原因啊，未出这个梦想分别执着，里面啊让得集中。六根接触一切境界啊，起心动念啊，这是梦想分别是非善恶厉害，你未当离开分别执着，你要哪会得到集中？也甲看这个修行人呢，这个发心菩萨呢，应该咱同款啦，也生活在咱这个环境的当中，为什么伊无烦恼？为什么因会得到清净心呢？由此知影，这清净心甲外面的外缘无关系啊。外缘搁较复杂，也袂扰乱道人心。可是主要记得，这人啊，也道业成就了，才会用的啊。就咱这人初学的人，那就困难了。无代志的时阵啊，无跟人人事接触的时阵，心肝内啊梦想分别执着就挡袂掉啊。接触外面的境界不得了了，所以祖师大德啊，对有初学的人，一定爱改选择一个修行环境。道理是安尼啊，凡夫事啊，心随境转啊，这真可怜啊。
心随境转，也你就一定会该选择好环境。咱中国古人知影，大家拢知影《孟母三迁》的故事。孟夫子的老母啊，为着培养伊的囡仔，搬三摆厝。为什么搬厝？周围环境无好啊。对伊的囡仔有不良的影响啊！古来的祖师大德啊，教界初学，为什么将道场建立伫山林内面？古里禅宗啊，拢相当的远啊，人未惊到的，环境清净啊，用这来做。所言帮助你修即正行，即正行真修成功了，你要去多次去度化众生，爱去行菩萨道，接触无缘的社会，游玩清净，有缘不动，梦想分别执着，这里就成功了。你弟子内面去磨练，福慧双修啊！你帮助社会大众是修福，家己心地清净，一点不染是修慧啊！福慧双修啊！唔是叫你永远住伫山顶无出来，还有啥物路用呢？修成佛咯，袂当度众生，迄佛有啥物路用呢？这佛要哪会当得到别人的尊敬呢？修成功以后啊，一定要接触大众，大众和公啊同尘，融合成一片。在大众当中为大家做模范，不但是有言教，而且也有信教。成就菩萨道生的事业啊，这才是真正是无无涅槃啦。由此知影，立无无涅槃，离灭多智，伊是发发破破的呀。远离浮梦，涅槃经有所谓的，一切恶事，浮梦为本呐、啊。你知影什么叫浮梦无？金刚经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梦幻泡影就是虚梦。一切有为法是什么呢？别化明文论里面所讲的。心化不已，心所化五十一类，先化十一类，烦恼二十六个，不相应心化二十四个。色化十一类，这些物件拢总叫做有为法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，
拢是希望的啊。六道是法界，转世有为法。那现在生活在这里面，远离浮梦，即浮梦离离浮梦，来明白这道理啊！哇，这句话讲。这希望凡人无办法摆脱的，顶日有一同学问了这问题，他问的是问讲鬼魔，什么叫阴魔？阴魔就是恶阴嘛。色受想行识，这是五阴嘛？你敢会当摆脱呢？五阴是什么？五阴讲咱的心，咱的这个身体，这物质是色，四大和合啊，这是讲这色化啦。精神的部分呢？受想行识，就叫五阴吗？一切今仔日讲动物，佛法讲有情众生的心、根心呢、啊，是五阴合合的，也叫做五蕴合合。这物件就是这物啊。咋地佛法还未到中国来进前，老祖就讲过了。伊讲我所以有大患者，为我有心。伊知影这个心呐、啊，唔是好物件，心是好患呐、啊。这就是魔啊，我阴魔的意思啊。佛法未到中国。老祖就已经认清楚了，这身体是魔障啊！怎样摆脱呢？无我啊，就离开了。什么时阵你会当到个无我？无思无我，就解脱了。解脱这心有底无底的？心随地啊，袂苦咯，袂搁再受这个苦的这磨咯，这叫解脱啦。这叫离，离唔是将这个心毁掉，唔是心也地啊，离开一切这磨咯。第二。种呢是烦恼魔啊，第三种是死魔啊，第四种是天魔啊。天魔是什么呢？外面的诱惑叫做天魔啊。五欲六尘的诱惑啊，这物件呢，拢是希望呢，来历君心。外面世界拢是希望的，怎样远离法呢？不执着啊，就远离了。用现在话来讲呢，卖个呀，藏在心上，啊，就远离了。远离啊，不是思想的离啊，思想的离啊，就创造了。咱刚经，较早我初学佛，老师就教我看破放下。我也想讲啊，有人将意思错会了。中国大陆有一同修写批给我，
伊放下咯，工作也放下咯，也无收入咯，现在食饭都成问题，问我要安怎呢？啊，这是错会了意思啊！我无教你将厝放下，也无教你将儿女妻子放下，也无教你将工作放下，啊，这物件袂使放下呀。所以恶婚啊，将这为意思啊，完全创错了。哎，认为放下，这一切拢无爱了。所以啊，这是引来去真多真多障难呐。掠去别人的诽谤，学佛学到这袂咯，真正是啊，真正是学袂咯，真正是学错咯。佛教咱放下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还知影这道理啊？你看佛在经常教咱的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咱爸母无爱了，老师也无爱了，放下了。这件无你什么拢放下了，伊何必也在49年钢筋刷发呢？伊也拢放下了，伊免阁讲了。所以爱怎样？思想上啊，思想上一定爱照做啊，努力如法的去做啊。无合理的念头啊，爱放下；无合理的这思想啊，爱放下；无合理的这个分别执着啊，爱放下。家己放下才会啊，所以爱清楚，爱明白，你这不只有去学错咯，学错咯，修错咯，放下以后。不但无得到自在快乐，得到真多真多的烦恼，啊，这也是错了。啊，这个远离希望，证明啊，这经文所讲的啊，诸尽是非，诸尽是非，就是远离希望。诸尽是非的人。伊的行为啊，一定是清净行。清净行啊，佮向上提升，就是执净行。咱现在啊，执净做袂到，应当做到清净。断恶修仙啊，断恶不着，断恶上。修仙不着修仙的相，清净心就现前了。心清净，行自然清净。在这境界里面，你一切犹如恐惧、威波拢无了。真正。的平安的主宰，刚刚是些何家讲的呀？离苦的乐，这是真假，这不是假呀。可是你那未当下去一切的梦想分别执着，这个清净安乐，你是得未到呀？这个烦恼。犹如从古部位，你也放不落了。也远离希望，这是看破，这是对于事实真相有相当程度的理解认知，然后才会当。以真谛门实中德本，第这里在佛经里面用的真多，也意思
是真实不虚，真实不虚的道理，称之为地啊。佛讲经，以离地离说法，佛讲的就是这两种真实不虚，一种是世间法，一种是出世间法。世间法是咱一切众生大家所肯定的，这未使讲是假呀。咱未当疏忽，佛法上讲，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，这就是随顺俗谛。你看佛教咱的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如果注意那问讲，佛法到底是什么呢？咱也会使安尼讲，佛法就是孝亲尊师。这回答好，无错误啊！孝亲尊师是世谛，将孝亲尊师扩大啊，会当孝顺一切众生，会当尊重一切众生，就变成了出世法。由此知影，世谛甲真谛区别伫倒位。区别是伫个一念之差，你这个念头心量多啊，就变成浊地，变成细地。心量展开到像佛经上讲的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就三界时阵啊，浊地就变成了真地。由此知影，一切地理当中哪有世俗甲真谛之分呢？老年那是有两个，你佛法呢，佮进一步呢就讲不通了。你看到华严境界。华严讲一真，华严讲不离，而不离啊，就是一啦、啊，就是一真啦、啊。世谛甲真谛不离呀、啊，世谛甲真谛一如啊。这才是真心。佛的言语，佛的教诲，无疑内面含的道理，确实是广大无有边际啊，深广无尽啊。咱怎样会认识？一定要落实，要认真。去修学，行门啊，帮助你理解；解门啊，帮助你深入境界。对初发心到如来地，
盖行。相互相成，咱了解这道理，绝对呀！认真努力修学，这叫真精进。佛在这地教导咱，来依真地门。这下是种的本啦、啊，这真谛内面最千万唔通疏忽，有宿地在其中。佛家有讲，以第一。义地，这是种地之本啊。什么是第一？起心动念就落泥沙啦。第一呢，这意思咱就会体会了，真行到极处。这就是第一义地，这就是真地。换一句话讲，真地第一义地就是真心本性的。以清别名，咱会当用真心，用真诚心，就会是种德本啦。你若用希望心，那是一切恶缘，一切。罪恶的根源是希望心嘛？一切真实功德的根本是真诚心。为什么呢？佛教大乘菩萨最重要的是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什么呢？菩提心就是真诚心嘛，就是这地讲的真地。诸佛如来无量劫，正确的行就是依真诚心。真就不忘啊，行者不为啊。真情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这个跟人讲的啊，远离希望啊，那也是听无啊。远离希望，当然就真行啊。远离什么希望？怎样去离法？金刚经上讲的四相，咱对这所在会当体会到一点啊信息。佛在金刚经上讲的六菩萨有五相，有人相。有众生相、有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后半部内面讲啊，六菩萨有五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即非菩萨。
这几句话讲得真好啊。有是什么呢？有分别，有执着啊。如果你有分别，分别我，分别人，分别他，你有这种执着分别，你的心不是真心，不是心意，你没有菩提心嘛？菩提心里面绝对无思想思见，无思想的执着，思想的执着，无思见的分别。呀，这个没安怎落实呢？这个阿牟尼佛甲咱讲经说法。这个经典第一句啊，如是我闻，还不是我想呢？还不是我见呢？怎有理想？哎，怎样？诸佛菩萨为众生现身说法，拢离希望啊！佛菩萨的现身，一心不是业报心啦、啊，但这心是业报心啦、啊，没办法啦。修不来啊，伊不是啊，伊是生缘来啊，生缘来现身是感应的心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啊！伊迄个心是感应心，所以是真实，毋是希望。咱的心是业报心，是希望，毋是真实。因为咱说话，为咱讲经说话。是随顺咱的说法而说法，不是伊真正有执着啊，伊真有法可说啦、啊。佛无有法可说，不但是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有法可说。咱凡夫执着这个相叫我，佛也就对咱讲我啊，佛也讲我。佛讲我是随顺咱的知见啦，讲我，伊家己绝对袂执着这是我，绝对袂分别这是我，这叫远离浮妄啊！而咱今来讲我，确确实实执着这心是我，执着这个诶是我阿爷啊，唔是你爷啊。咱真正有执着，佛啊无我执，也无我所的执，叫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。您讲这个相信我，我也对您讲信我，这才会当讲得通啊，才会当交接啊，这叫随顺俗。地理说，然后将这里面的道理讲清楚、讲明白，你啊，方便加我咯。这就是从俗地道到真地，到最后啊，真俗不离，真俗圆融呢，这才确立佛的境界。真俗未当合一。为当圆融是观教菩萨无立佛的境界啊！由此知影，一句话八字以真得门，是将德本
伊即个门是上帝本，就是伊真诚心、菩提心。世尊伫观经内面讲个啊，真诚心、深心、回向发愿心。马明菩萨伫大乘起信论内面讲个啊，伫心。深心大悲心，经论合起来看，意思就更加清楚、更加明显了。咱这人在世间用真心，就是实相的本，绝对无用浮妄，绝对未欺骗众生。众生欺骗我，伊无知，伊咧做恶业，咱绝对袂用你希望一切众生，绝对唔免惊。这年当爱甲人讲真话，要我就处处吃亏，处处爱受损害啊。可是你若想看卖，人生在世，亦皆不过一百年啊，吃一百年的亏。受一百年的害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来世甲诸佛菩萨把手同行，你讲这利益偌大？眼前这点啊小利益，你唔肯放弃，将来的这个大利益，你得袂着啊？佛讲的话是对呀。无错呀，咱一定爱遵守，绝不期望一切众生，绝对爱以十善业道，以真诚心修十善业道，就是诸佛如来是种德本。咱虽然也修十善业道，这功德袂当甲佛菩萨比呀、啊，原因是啥物？那是用阿赖耶识的心心所，咱用八识五十一心所去修十善，断十恶，修十善，这个功德啊，只会当升天。连出六道轮回拢真困难，你想看卖？如果咱用真诚心来修、来断十恶啊、修十善，就会当超凡入圣，无共款啦。所以这个所在的经文甲咱提示的。咱千万啊，袂用你疏忽。古代的有家人，有人讲，德本是指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，这是讲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万德庄严。所以这次名号也叫做德本，这话讲得没错啊，也讲得通。咱每天念阿弥陀佛，就会当修行万德庄严位。问题真多啊，为什么咱念这句阿弥陀佛袂当修行万德庄严呢？咱拢无依真地门啊！如果咱用的这心，真正是真诚心，是深心，是回向发愿心，念这句六字洪名，会确实
是修德本。咱今仔日无这個心嘛，咱是梦想心嘛，一边念佛呀，一边打梦想，怎样成功呢？所以经常讲的这话，咱一定要了解，千万不通误会。五念祖老居士注解引用《观佛三昧经》的一段话，这伽摩尼佛讲：“我甲十方诸佛有现假千佛，对初发心，皆因念佛三昧力故，得一切种子。”较早，阿维大师讲，释迦牟尼佛是安怎成佛、念佛成佛的？真侪人问讲，这是倒一部经上所讲的？他是《观佛三昧经》里啊，是安尼讲的啊。弥陀经上啊也有啊，但一般人弥陀经念的真少，用初心大意疏忽了。牛业大师在要解里面给咱点出来，咱这恍然大悟啊，佛确确实实是念佛成佛的啊。然后再看《华严经》，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，这才知影念佛功德无量无边。但是念佛，注意一定要记得，不是靠念，靠念无路用啊。是心上真正有，所以念这个字啊，你该看麦，顶面是个金，下面是个心。你现在这个心内面，确确实实有佛，可是咱也是隔一层啊。咱今仔日结果。心肝内有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其他的拢未记咯，拢无咯，这款念佛未用的啊！哎，有佛的德行啊，最低限度来了解。心内爱有，好是尊心的心吗？好是怎样生活？好是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？你心内面无这个啊，你怎样学佛？跟那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将来有成功了，也不过就是一句空名号而已啊！你爱当得到什么？我讲这部经的经文，也把讲过真侪遍、真侪摆了。阿弥陀佛就是全部的无量寿经。咱什么时阵会将无量寿经的道理通达明了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，达理达句，咱都落实在家己生活当中，
这叫做啊念佛，这是真念。经典内面的教诲，你那是完全落实，100%做到，你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绝对生十宝庄严土，上品众生。你心内面真有啊，有是圆满的有，无欠缺啦。你往生极乐世界，当然是十宝土上上品往生啊。你无办法做到圆满，会当做到90%，你是上中品往生。安尼啊，渐渐向下降，下品往生也得做到20%。想看卖，咱对经典上的教训，是毋是会做到两成？做到两成，念佛才有资格往生啊！两成都做未到，只会当讲这一生当中，甲阿弥陀佛接着发言。这一生往生难哦啊！这是老实话啊，连过去李冰乐常常甲咱讲的啊。一万的念佛人，真正会往生的两三个利益啊！为什么一万的念佛人有9990外的拢未当往生？也就是佛陀在经典上教导咱的教诲，连两成都无做到啊！这里面上最重要的，我常常说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习成业。你若将这四句话啊，老老实实真正做到，算你做到两成。你算是一个善人啊，经常常常讲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会当将这四句的做到，你是一个善人。这四句的详细的解说，拢伫这部经中。咱爱好好的去读啊。啊，去思维啊，观察，甲伊落实在生活之中，这叫做真念啊。念佛的教诲，佛教咱做的啊，咱来努力去做；佛教咱唔通做的啊，绝不违反。这才叫做以真得门，是种得本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那就讲到这里。